嗰邊度黐翻啊！我黐翻唔到。單位冒出大量濃煙，白煙飄向上層嘅單位。事發喺星期五凌晨12:00多，黃大仙鳳德村代鳳樓一個單位突然冒煙，大約50人自行疏散。消防接報到場，出動1條喉同1隊煙霧隊灌救，最終將火救熄。據了解，起火單位裝修緊，當時冇人喺屋入面，突然火燭，消防正調查緊起火原因。